恩慈，所有嘅圣人圣女去歌颂上主咧，呢一个奇妙嘅救恩，我哋会唱咧系三次。光荣光荣光荣归于天主，光荣光荣归于我主。天主在天永受光荣，善人在地享平安。光荣光光荣归于天主，光荣光荣归于我主。我知我整唔到。天主在天永受光荣，咁咪唔系佢啲声嗰啲声在地享平安。得，而家有。光荣光荣。光荣归于天主，光荣光荣归于我主。天主在天永受光荣，善人在地享平安。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既然藉住圣洗重生了我们，求你使如愿务的在我们身上日趋完成，并帮助我们在你恩宠的保护之下结出丰盛的果实，得享永生的喜乐。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同埋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中途大事录。那时候门徒渐渐增多，希腊化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发出了怨言，因为他们在日常的供应品上疏忽了他们的寡妇。于是十二中途召集众门徒说，让我们放弃天主的圣言而操管饮食，实在不相宜。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检定七位有好声望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派他们管理这些事务。至于我们，我们要专务祈祷，并为真道服役。这番话得到全体的悦服，就选了斯德望，他是充满信德和圣神的人，及腓利帕、博罗克洛、尼加诺尔、提曼、帕与密纳和尼科奴，他是归依犹太教的安提约基亚人。我知道啊。叫他们立在中途面前，中途们祈祷以后，就给他们浮了手。天主的道漸漸發揚，門徒的數目在耶路撒冷大為增加，使者中也有許多人服從了信仰。上主的話。感謝天主。答唱詠答句是，上主，求你向我們廣施慈愛，有如我們對你的期待。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有如我们对你的期待。义人，你们应向上主踊跃欢呼，因为正直的人，理应赞美上主。你们该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赞颂上主。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有如我们。因为上主的语言是正直的，但你一切作为都是信实的，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
上主，求你向我们往昔慈爱，有如我们。就是因为在翻成行天主的旨意而付诸实行的圣母，就是一个表现者。对方如他说、今天的这帮的门徒，就是他们会感觉到要有这个执事，要将这个事业是要继续去发扬，继续是将它做得好，真的能够是继往得好，传承得好，这一样东西是传宗接代。看回白多禄的书信的里面，今天其实一句最足的话回给你们听，像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白多禄的名字就是我意思是这个 Petrus、Petrus 就是磐石的这个意思， Petra、就是磐石。耶稣跟白多禄说不说磐石，我有一个建立我的家，这一个是一个象征。但是白多禄都会这样说，什么我们不要变成即由这粒石变成是一粒半脚石，耶稣成都会说不要变成半脚石，是一块的石头呢，是会使到人是跌倒的。耶稣成都会说，如果一个人犯罪，立下这个点样的说话呢，找一个的一旧的石石磨呢，是给他驮住放在这个海波，耶稣说的这个就是画方给我们听的。哇，白多禄都知死的，白多禄说哇真的，是不是耶稣会提回给他的时间，你是磐石，你不要变成半脚石，你不要将这旧的石头呢、原本开头有这份的凝聚力，但是变成了呢是一个的、是离心力的强的一粒石，这个是提醒我们。那我们还会听到呢，圣母其实在一生的里面，就是一路呢是伴着耶稣呢是来到行的，这个叫 Via Crucis、苦路、我们一路看下来的时间，这个苦路呢我们会说、圣母跟耶稣行的一条路，圣母有没有纳了呢？圣母在这个的、真正在这个加尔亚略山亦步亦出的时间，我们会说看这个第四处、第四处呢圣母呢是、遇到耶稣，但是你会见到的一路下来的时间和他一路行、有委内尼加，有这个的巴索罗尼那位的被、耶稣叫他是去背十字架的那位，一路下来你会见到的那些人呢亦步亦出的样子，是同方耶稣去行的时候呢圣母是在这里，其实就是同方呢给回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就是 Via Lucis， 就是这个光的一个一条路、带过去的时间，圣母去到这个的最后面，你会说耶稣给的一个位置是什么、在回十字圣母和呢是自己的爱徒、其实 在背后呢，如果我们再听回的时间，耶稣一早已经告诉妈妈听了、一早已经告诉她听，你不用这么难受，就是告诉妈妈若望听、告诉自己的妈妈听，这种的服务一定是会、来的，一定会带回这份的喜乐、所以在整个的苦恼里面，这个的如果持有会我们要说、这个的光明之路其实就是、和整个的教会和整个的、圣母是一起来去期待这个服务的主，这个就是、我们会怀着的一份的喜乐、一份的对方耶稣基督、他的光明的一面呢是有一份的好好的、一个可以说呢是、reflection， 真的 一份的、反射在这里。同样的，如果我们能够怀住这份的心，我们是回一阵间我们领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会再看回在一个小朋友的、背后，这个叫做 Carson， 这个小朋友
佢細個時間佢已經患咗咩咧？患咗一種嘅呢罕有嘅一種嘅皮膚病。但係喺翻呢個小朋友咧，媽媽嘅可以話咧一個嘅照顧之下，啊，你會見到呢個小朋友佢成長嘅時間，哇！喺翻佢嘅信德，啊，我相信真係會話啊，冇人會係及得佢，真係會咁樣講。耶穌會話：天國咧係屬於你嘅，因為你嘅信德。呢個小朋友在一路下来的时间都念住这个慈悲耶稣的经文，他有几个的两个细佬，啊，当然他会说是因为他这种皮肤病呢，那个根衬的里面呢是跟那两个细佬有时都是，啊，接纳不到的，因为觉得这个哥啊这皮肤他说什么呢，就好像蝴蝶那样一路这样反出来，就是说呢是飞了出来的，会觉得很怪很难接受，不知怎樣。但是這個的小朋友在他一路成長的時間呢，他會說什麼呢？不要緊的，我有這些這樣的困難，這些這樣的，在 生命裡面的一些折磨的裡面呢，孤寡人他包曬那些繃帶，包曬這些所有的一切，啊，還有他的口，即已經都有一些的皮膚是破裂的時候，他都會說什麼呢？我為整個的世界是來到受苦的。哇！你會見到呢個人嘅嗰個信德嚇，連埋嗰個 interview 啊，走去問佢嘅時候，佢哇！你何來有呢份咁嘅力量？佢話就係借著耶穌嘅力量。而我所受嘅呢啲咁嘅苦咧，就係為全個世界，為保存呢個嘅世界。呢啲先係咧，係真正啊！你會見得到啊！呢份嘅力量喺邊一度啊？唔係我哋自己要啊，即係要尋死或者乜嘢？不是这样的，而是他自己会说我为真正的为世界来到祈祷，为世界来到作这个真正的保存在这里。让我们呢，啊，一时间，啊，我们领了主耶稣的时候，真的会说呢，在这个的世界我们就会再听到的今天的这个，新冠病毒是一路蔓延一路肆虐，啊，就好多人仲喺度會話咩啊？邊個賴邊個？邊個話邊個？我哋根本唔好話係邊個係乜嘢嘅一個問題，而係我哋唔係啊真正咧係要揾係咁樣咧，呢個先係重要。亦話我哋有冇呢份嘅內嘅一份嘅免疫力，有冇一份咁嘅能力咧，使到我哋好多嘅人啊能夠咧係免除呢個嘅病害，呢個先係更加重要。让我们能够在翻一阵间，我们都会听到下喺今朝嘅呢个 BBC 都系讲紧吓，好多啲嘅喺美国，好多啲细路仔无缘无故吓，佢哋嘅原本可能嗰份免疫力都强嘅，咁点解而家咧都会系都会系被打低咗咧？呢个先系我哋会问系咪？究竟天主啊，我哋嗰啲嘅小朋友会唔会系即系再会受唔住呢份咁嘅力量咧？呢份嘅抵抗力啊？是我们要接受一个什么考验在这里呢？让我们在回一阵间，我们都会呢是啊，特别今天母亲节，有每一个人可以拿一个的圣尼亚尔的圣牌。圣尼亚尔有时我们真的会忘记了，啊，在这里呢这张的圣相，啊，圣尼亚尔呢原来有他的真正的经文呢啊，有他的念珠在这里呢 是会、啊，作这个祈祷的。啊，为什么我会介绍一下这位的圣尼亚尔是总领天使这样强的，啊，一份的，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了呢，这个圣维亚纳亚尔在法国的，地方呢南国的，我们去了去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圣尼亚尔圣维亚纳呢就是司铎的主保，专门为那些司铎呢是为保护他们生活的朋友是保护了他们的目的，啊，这个的主保他们听了解，啊，听这些神父的个解人等等。而这位的圣人的那个地方他的一个使徒呢，咁我咧就嚇去咗一個一個細嘅一個勾位嘅嚇嗰度咧，去唸經啊，原來咧嗰度就係聖尼亞爾
總領天使嘅點一個安穩嘅下，我會感覺到咧最強勁嘅有份嘅力量係俾自己一個好大嘅一個支持，就係聖靈啊！你會感受到咧，哇！呢份嘅力量係俾我哋會係啊能夠除去呢份嘅黑暗啊，你會見到嘅聖靈啊，以攞住呢支嘅啊，攞住呢支嘅矛啊，插落去呢個恐怖有力嘅呢個魔鬼嘅即係佢嘅身上啦。啊，於是咧啊，你哋都會知道嚇呢個魔鬼咧係 Lucifer 啊，呢個總領，呢個總領天使之一。咁亦都咧係因為咁嘅情況下，即係話咧係被可以話咧係離開咗天主，但係聖靈納爾咧係以呢支嘅矛咧係戰勝呢個恐怖有力嘅魔鬼。啊，我哋喺翻今時今日啊，我哋一陣間咧都會觸成咧嗰啲嘅聖靈納爾嘅呢個聖牌啊。咁我哋會話我哋每人攞個嘅翻去啊，去祈求天主。會特別咧，會俾我哋有充分嘅力量啊！特別借助呢個天神啊，借助咧聖加比厄爾、聖羅法厄爾啊兩位嘅聖加比厄爾就係同翻咧聖母去報喜嘅啊！呢兩個總領天使，我哋會係諗下時候，哇！天主咧一定會俾我哋能夠咧喺呢個全球啊處一個好似一個劣勢嘅時間咧，我哋唔會咧係俾呢個魔鬼咧係。真正的侵害，要天主咧，佢俾我哋咧有真正嘅能力。除咗呢位嘅聖人啦，聖維亞納之外咧，仲有啊咩咧？係巴特利皮奧啊，比武神，我哋都會知下。我亦都去咗咧佢嘅嗰個聖地嗰度嚇。當我哋坐夠嗰架旅遊巴一路咁樣上去嘅時候，去到呢個聖祖巴尼迪洛公道啊，聖人嘅嗰個聖地嘅時候咧。在遠遠我哋嘅旅遊巴一路行上嘅時候咧，就係、你見到咧有一座嘅聖靈納爾嘅總領天使，哇，好冇有力嘅嚇，亦都攞住呢支嘅矛咧，插落去呢個魔鬼嘅身上嘅。哇！你會感覺到咧，就係喺翻呢座嘅山上面咧，聖靈納爾亦都話翻俾呢位嘅聖人聽咧，我哋要除去呢個病魔咧，一定要借助天主嘅力量。唔係會靠我哋會話啊！我哋揾呢個苗裔，揾啲唔知啲乜品味，呢啲當然係好重要。但係咧，借咗天主力量，一切都能夠完成。冇咗天主嘅力量咧，一切都唔能夠完成呢個聖母嘅一個禮拜。咁就係我哋祈求天主咧，啊，俾我哋有真正嘅力量，能夠咧抗逆有力，同埋咧係我哋自強咧係不息。请我们一起来到众念，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以聖父所造，與聖父同聖同體，万物是藉著他而造成的。他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降下。他因聖神，又同精瑪利亞取得肉軀，而成為人。他在判著比拉多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喪殺而被埋葬。他正如經所在，第三日復活了，他升了天，在在聖父的右邊，他還要光榮地降來，審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國萬世無疆。我信聖神，他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聖子所同化，他和聖父聖子同受恩寵，同享光榮。他曾藉先知們發言，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中途傳下來的教會，
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我们用一个信徒的文的大事，各位兄弟姊妹，天主召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属于祂的殿宇，让我们履行殿宇的职务，为一切人祈祷。复活的主是人类的生命、真理和道路，求主帮助世人远离宽门大道，而寻求主基督十字架的道路，为此我们同声祈祷。主苦听我们，请为普世教会祈祷，愿复活的信仰时常推动教会的复传事工，也成为所有信友面对与考验的力量，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我们。耶稣向门徒预告他将往父那里去，为门徒预备地方，愿复活信仰常坚强及充盈所有基督徒的生命，好使我们能享往天上，在现世乐于牺牲和舍弃所有，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苦听我们。请为我们的社会祈祷，特别是为所有慈善团体，愿他们得到社会人士充分的支持，把各種援助帶給有需要的人，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苦聽我們。請為社會上被剝削的人祈禱，包括因良心和言論而被剝奪自由的人，以及被剝削居留權、家庭權和參政權的人。願主使我們的社會早日得到明智與公平的管治，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苦聽我們。我們要為世間上面所有的媽媽來祈禱，求天主使用他們在今時今日仍然以這份恆心、毅力和忍耐去撫養他們的子女，無論是甚麼的年紀，都需要是父母的一份叮咛，是鼓勵勇勉，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苦聽我們。天主，跟隨你聖子的道路是充滿挑戰的，你促使你的子民加倍信靠你，勇於前行，走向復活的主那一道，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苦聽我們的祈禱。阿們。上主唯有天主，你赐给我们圣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这个大地和人力劳苦的果实麦面饼献给你，使都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唯有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这个葡萄树和人力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都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愿天主永受赞美。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
主统领受众三者圣祭，为赞美苹果荣大圣名，也为我们和他个圣教会的主。天主，你藉住呢一个神圣祭献嘅交换，使我哋分享你唯一至尊嘅天主圣。我哋既然认识咗你嘅真理，求你都帮助我哋喺行动之前守不渝。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阿嫲，愿主各位兄弟姊妹同在，愿与你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众感谢主，我哋嘅天主，这是你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歌颂你，实在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由于我们的逾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现在我们更多隆重地赞美你。基督摧毁了罪恶的所统治的时代，更新了宇宙万有，使我们在你在祂之内恢复完整的生命，为此普世万民让人住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掌权者和大人的天使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共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天主，你实在神圣的，你当受赞美。你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上面时常以信实的慈爱伴随着我们。天主，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也都应当受赞美，他以自己的爱将 我们聚集起来，并亲临我们中间，正如他曾经亲临在门徒当中一样。我们深信现在他正为我们开启圣经的话，并为我如同他为厄马乌的门徒所做的。所以我们恳求你仁慈的父派遣圣神圣化这些饼面饼和葡萄酒，使得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舍身受难的前夕，和他心爱的门徒共进晚餐的时候，拎起面饼感谢了你，将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大家的去吃，这个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同样这杯来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大家的去饮，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到纪念我。信不敬无职，基督，我们全靠你的圣死，我们爱过从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再来。为此，至圣的父，我们纪念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你带领他通过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到达复活的光荣，使他坐你的右边。直到救主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不断你爱的工程，上这个生命之粮和祝谢之杯，求你垂视你教会的献礼，基督的逾越牺牲，使我们在分享你圣子的体验之后，藉着你爱情之神的德能，成为你圣子的肢体，从现在直到永远。上主，求你使我们因参与这个圣宴而更加趋于团结，并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所有主教司铎执事和你的全体神圣子民，都能够在爱德和我信德之中跟随你的脚步，向普世人类传播喜乐和信心。上主，求你垂顾在基督之内，
安眠的兄弟姊妹，特別是所有的先我們移去的母親，他們的信德只有你知道，仁慈的父，求你引領他們進入圓滿的復活，使他們得見你光輝的聖容。上主，在我們結束這個現世旅途之後，求你接納我們進入天國，以及你永遠生活在一起。那時候我們將聯同天主之母和精靈福瑪利亞，他的正配大聖約瑟，全體宗徒和殉道者，聖雷明道、聖高維尼，以及所有聖人聖女，永遠藉著你的聖子耶穌基督，光榮你、讚美你。全能的天主聖父，願一切崇敬和榮耀藉著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之內並聯合聖神，都歸於你直到永遠。阿爸，讓我們能夠懷著這份的信心，連同我們的天上的慈母聖母瑪利亞，跟主耶穌一起逆步逆趨地去行這條的信仰的道路。我們誠心向天父作我們的懇求。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我们的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祸。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之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喺正困境之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同埋救主耶稣嘅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经嘅忠徒话：我将平安留俾你哋，将我嘅平安赏俾你哋。求你唔好睇我哋嘅罪过，但系睇你教会嘅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世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使各兄弟姊妹同在，也愿你心灵同在。请大家活出基督的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睇天主的羔羊，请睇愿意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基石的除免世罪者，蒙召你父眷圣的兄弟姊妹是有福的。主，我都不愿意多生起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咁你如果可以報咧，嗰個嘅小朋友佢點樣去忍受呢個貧苦咧，堅持呢個信仰，能夠咧為作屬家，真係做佢嘅保屬，有個問題咧。Hi, it's Kirsten here. We are going to pray in Divine Mercy Chapel today. And every day he goes live on Facebook and prays the Divine Mercy Chaplet. I feel happy. Like, yeah, I feel happy doing it. I decided I would do it for everybody that was counting on me.
Welcome back to Divine Mercy Chaplet. We are continuing to pray for the end of the coronavirus. Carson was born with epidermolysis bullosa, a rare condition making his skin extremely fragile. Carson, tell me a bit about the condition that you have, the skin condition. I know it's quite a rare condition. What I'm missing is collagen 7. So just imagine grass rooting into the dirt. Well, I'm missing the roots. So without the roots, the grass just falls right off. Same with my skin. A little bit of friction can cause a whole thing of skin to just rip right off. They call it butterfly skin because it's as fragile as a butterfly's wings. The slightest brush or rub can cause his skin to tear and blister. So how does that affect your life every day, Carson? I mean, just like if I have an itch on my back, which I kind of do, if I itch it, something might happen. Sometimes I can't even swing on the swings because it would give me a blister on my bottom. Like, I can't wrestle with my brothers, which I wish I could do. I mean, sometimes we'll do it, but we usually get in trouble for it. Because you have to be extra careful, and it's a very painful, because it looks quite painful. It can be sometimes. My worst time is at bath time, because I have to get the dressings off, which hurts itself, and then getting them back on can be a process too. For the sake of the sorrowful passion, have mercy on us and on the whole world. For the sake of the sorrowful passion, have mercy on us and on the whole world. The blistering means Carson has to constantly wear bandages. But despite the severe pain, Carson is always smiling and continues to pray every day. Today was kind of a rough day for me. My elbow was sore and I just felt kind of tired. But I'm still doing this, so it's a sacrifice. Okay, let's get started.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men. And do you think it has helped you in life because you have this rare skin condition and you have difficult days? Do you think it's made easier because of your faith? Yes, definitely. It has made things easier. It can just be overwhelming sometimes, but I can pray through hard times in bath or when my feet are bothering me.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People tune in to watch Cars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 saw one of the videos, Carson, was watched by something like 60,000 people, just one of them. I know. That dance was my one day of fame, pretty much. But yeah, I feel happy doing it. I enjoy making everybody happy. Mom says people count on me to get on. Some people even posted, like, we're waiting to pray with Carson, the Divine Mercy Chaplet, and stuff like that. Good news, it's my birthday! I am officially 13 years old. My mom's holding a sign up in the camera. Very funny. Keep praying, keep your faith up, and eventually you'll make it to where everything is perfect. Carson just turned 13 and is looking forward to what's ahead. I'm not sure what I want to be when I grow up, but there might be a way to earn some money by playing video games by then. I don't know. Thank you for joining me in prayer today,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tomorrow. Bye. 我相信透過這個小朋友的祈禱，你都透過我們在神主耶穌入住我們的內心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建立這份的關係呢？有沒有求主耶穌呢，是真正為這個全世界很多人受這個病痛的時間，我們跟他們能夠跟他們有這個可以說在身體上，我們在肉體上受到這份的痛苦， 但是我們有沒有跟他們共苦呢？主耶穌入住在他們的內心，正如這個小朋友在內心裡得到這份的聖法，我們會不會跟他們共處？出生入死，出死入生，這個才是重要。我們繼續會感謝主耶穌入住我們的內心，請大家繼續。
主请垂视你的子民，你以天上的奥迹养育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革除旧习，善道新生，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爸，我们息间都会是有祝福呢，那些的圣牌都明天间会可以拿回去，我们都祈求圣名啊，以总领天使帮助我们能够呢是抗疫是有力。 Prayer to St. Michael. St. Michael the Archangel, defend us in battle. Be a defense against the weakness and snares of the devil. May God rebuild him. We humbly pray. And do thou, O Prince of the Heavenly Hosts, by the power of God, thrust into hell Satan and all the evil spirits who prowl about the world seeking the ruined servants. Amen.愿主与兄弟姊妹同在，愿你心灵同在。各位兄弟姊妹，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天主已经藉着祂唯一圣子的复活，为然救赎了你们，并收纳你们成为祂的儿子。愿祂降福你们，并使你们充满喜乐。阿们。天主既然以祂救赎之恩永远的自由赐予你们，愿祂使你们成为永生的承继人。阿们。天主既然使你们藉信德和洗礼分享基督的复活，愿祂带领你们今世到正直的生活，日后能够进入天上的父家。阿们。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咁咧，巴斯高神父咧系叫多明我沙维罗，同埋咧佢嘅圣会圣母无罪圣会咧系揽住圣母嘅圣牌咧，系出去四周围咧系帮嗰啲有呢个嘅瘟疫嘅兄弟姊妹。咁我哋咧都会有呢个嘅圣名啊，你嘅圣牌能够好咁样由天主藉住天主嘅力量，可以咧系使到呢个嘅能够早日咁样投入弥撒礼成。感谢天主，请你陪伴，请借神主，因我为他是美善的，又因为他的慈爱永远常存。以众万民怎么重上主，以众诸邦齐面歌颂他，因他的仁慈临乎我等，主的真诚永远常存。阿弥陀佛，请你我亲切圣主，因我为他是美善的，又因为他的慈爱永远常存。